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东晋王羲之的《远宦帖》，纸本墨笔草书，双钩阔田本，纵 24.8 厘米，横 21.3 厘米，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王羲之，字逸绍，琅琊临沂（今山东临沂）人，东晋著名书法家，后官拜右军将军，世称王右军。早年从为夫人学书法，后来改变初学，草书学张芝，正书学钟繇，博采众长，背经诸体，后世尊为书圣。此帖一名《省别帖》，为唐人摹本，是王羲之写给益州刺史周府的信札，感谢其对家人的问候。此帖草法以简约为主，字间少有连写，颇有章草的意趣，笔画洒落有致，结体清爽古朴，气势凝重而流畅，显得虚活灵动，生机盎然。本帖释文请看说明区，下面请欣赏完整作品。